会议，会议的主持人叫阿黑拉，在当初语言里，阿黑拉的意思就是男主的首领。会议还没开始前，参加会议的男童会唱歌感谢阿黑拉对男主的领导。当初会议开始前，所有的狼会用吼声表达对阿黑拉的敬意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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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正式的狼族成员，各个家庭的狼宝宝必须在狼族会议上受到所有狼族成员的认可，才能正式成为狼族的成员。对于没有受到认可的狼宝宝，就会受到狼族的攻击，甚至咬死。今天的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把每个狼族的家庭的狼宝宝带到会议上接受认可。每一个狼宝宝都要轮流到成员面前，让所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婶婶们认识。最后，轮到毛克利要接受认可了。出现在会议席上的，居然是一个全身光溜溜的人类小孩。可能会造成对狼族的危害，纷纷反对。有人还提议把毛克利咬死。根据丛林规律，具有争议的狼宝宝，要是有两个丛林伙伴愿意做保，就可以进入狼族。阿黑拉问。棕熊伯母，棕熊棕熊真仁慈，要送你回日真真法，棕熊棕熊真仁慈，要送你回日真真法。但是还没有人愿意做保。突然，丛林间出现了一个黑压压的声音，低沉地说着：“我也来做保吧，我可以教他狩猎的本事。”原来是幼年曾经被人类饲养，对人类相当熟悉的黑豹巴西拉。Wow.
的成员开始了他的成人历险生涯。讲完了。